今天给大家晒一晒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的聚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那我们今天呢正好是感恩节的假期，今天是星期六。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聚会，这个聚会呢以我的同学为主，有五家，另外还有两个朋友，这样凑在一起呢也有20个人左右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包饺子，然后呢再加上凉菜。那老苑一家负责什么呀？大家看看啊，这是老苑做的酱牛肉，凉菜之一，我负责这个酱牛肉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请订阅老苑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酱牛肉啊，在家里做好了，我拿过去再切，那个时候就好看了。现在呢，可能品相不太好。另外呢，包饺子我呢基本上是都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家今天啊也帮着主人负责弄个馅儿。我这个是芹菜的馅儿，按照要求啊，我们要准备100个饺子的馅儿。这个我们家平时吧也很少自己包饺子，所以我呢就准备了3磅的猪肉，然后呢又来了2磅多的芹菜，主要就是猪肉和芹菜。我也不知道够不够，应该差不多啊。这个味道那是没得说。哎，老苑，别光忙着和馅儿了，我给你安排那补品呢。补品必须喝吗？我还用补吗？大郎，药不能停啊。我都热好了，赶紧的。哎呀，你这是让我去人家里厕所蹲着不出来是吗？这绿不拉几的能喝吗？太适合你了。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谁不知道，今天是芹菜馅饺子呀。哎呀，纯纯的芹菜汁儿啊，绝对的绿色食品。我先尝一口啊，你也没给我加点糖啊。这加糖更难喝。嗯，这味道都不好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好样的。应该加点苦瓜，然后再加点蜂蜜就好喝了。但是现在真的是不好喝，我能喝一半就行了吗？纯芹菜汁儿，一滴水都没加。我知道，对我的痛风好。OK， 可以了吧？走你。爸爸喝什么呢？你要吗？你要不要试试啊？要。来，咱俩干杯吧。过来。哇哦。拿好了，两只手。来，碰一下。这是妈妈给做的蔬菜汁儿。来，喝。你怎么都吐了？漂亮，好喝吗？不好喝呀。不好喝给谁喝呀？给爸爸喝。给爸爸喝呀，我怎么这么惨呢？快都喝了吧啊，走。爸爸棒不棒？耶、yeah、赶紧走吧，人家等着咱们呢。看看我们今天都带了什么啊，这个馅儿和这个酱牛肉，然后还要带着面板和擀面杖，因为人太多啊，家里肯定不够。我觉得你们赶不上这个。你看这中国人聚会，这气氛立刻上来了。这个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啊，才下午3点不到。这个同学自己做的糟的鸭舌凤爪，这是糟的凤爪，这是买的啊，还有自己炸的花生米啊。尝尝同学做的，要不然就吃完了咱们就赶快走。很 Q 弹呐，真的不错啊。手艺可以了，出图了啊！一个人干活，7个人看，7个人看的，对，太牛了，人就是瞬间，瞬间是从面河北风格吧？对，这不是七个人看，是7个人学，7个人学，让他找他可以给你发呀，我不去网红，哇，你这个好厉害啊！这有什么讲？不是你，不是，我觉得人能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会揪。我不会揪，连老人们会揪。对，我奶奶。对，我姐人她会一下擀5-6个皮儿。天哪，我不会那个。来，给发段视频吧，姐。对，你看专业的怎么擀啊？我给你围裙裆一下擀5个吗？那不行。我就一个一个擀，啊、就是它擀皮儿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得就是卷着，然后边上薄，中间厚，对 对, 对吧？对，转起来，就是转起来。我也是边皮把这皮儿转回来。对，嗯、这个我从小其实就擀皮儿。一般的
在家的都是老人包，年轻的擀面。那我包的可难看了。对。所以我其实面什么都还能弄，就是这个，实在是不会包。我包的就这擀皮是要四周薄，中间厚是一个。对。对啊。对。这你会包吗？然后这样的话，它还衬一。包几个花生米进去啊？谁吃了花生米，谁喝酒。都干几活啊，这感觉多好啊。包饺子的那边也是包饺子的。这个是自己做的盐水鸭，自己做的凉皮儿，这也是自己做的小凉菜。这是你包的饺子吗？是啊。举起来给爸爸看看。啊，能吃吗？哦，真好，以后家里你负责包饺子啊。凉菜自助，酱牛肉好冰如糖，我做的，大家纷纷要这个配方。盐水鸭还没有切，你看看，还有凉皮啊，典型的中餐。这个好吃吗？还没吃。这叫什么呀？这个素鸡。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好吃，但是经过讨论啊，就是棒棒。对，这叫素鹅是吗？叫美其名为素鹅，素鹅叫素鸡也行。菜终于上的七七八八了，掀起个小高潮。自助，我们的没劲好，一个人煮两锅啊，干活呢啊，干活。那么这是非公平的，这还有说白酒的吗？那个谁，敬一下酒，喝一口。差不多。两个小时，对，上午更近。嗯 ，Party 的主题啊，连吃带拿，看见啊，还准备了包子给我们。我们的同学啊，上次去他们家吃，特别喜欢，这次特意给包的。昨天啊，两个同学的孩子，一男一女，都是12岁，上7年级，没有告诉大人呢，自己在那儿画了画，然后拿过来，非让我们投票 PK 个所以然。这男孩画的吧，色彩很鲜艳，这人物很漂亮。这女孩画的呀，很内涵，有故事，还很有细节。你们说哪幅画好啊？所有人的大合影，明年再相聚。漂亮，昨天也是玩得非常开心。地下室的架组非要叫我下去敲了好几次。又是一场宏大的、热闹的大聚会，开开心心，5个多小时，非常有意思啊！今天的视频就到此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